今天我们俩准备了10个小实验，这十个小实验是在测试人身上的各种 bug。 我没 bug， 我咋就那么信呢？因为这十个实验都是从网上找来的，所以真假有待商榷。今天我们俩就准备来测试一下，看看到最后我们俩谁身体上的 bug 最多。肯定是你全身都是 bug。 全身才是 bug 呢。实验一，当你将瓶盖放在前方，捂住一只眼睛，然后转五圈后向前走一步去弹瓶盖，你会发现你根本弹不到瓶盖。为了这个实验，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把这个空瓶准备好了，还有一个空瓶盖。你不能动啊！我是那别玩赖，你不是长了一副玩赖脸。我不是那种玩赖的人。你别动，我不动。那你我为什么？大家见证，大家见证。我远了 ，OK。来，差不多吧。等会儿啊。好了，转过来，走一步，走一步，快快快快，快点快点走一步，弹弹弹弹。弹。哎呀，你可以呀、啊。你可以呀、啊，你这个第一个就通过了。你要是可以，我应该也可以。转了啊，转吧。2、3、4、5。不是，你这个差的太远了，就开弹啊。你看你有 bug 吗？第一轮我说了，第一轮我说了 bug。 实验二啊，当你把手背按压在墙上30秒，然后让手臂自然下垂，这时你的手背会不受控制的漂浮起来。啊，你把手臂往这儿一放，按压30秒，然后你再放下来的时候，你手会自然的弹上来。这听着像一个玄学，对吧？我听着也就觉得不是很靠谱，但是人家网上确实是这么说的。我们来试试，试试呗。30秒啊。这是个啥动作？这个实验有个专门的名字，它叫康斯塔姆现象。真的，你看嘛。实验三，当你身体坐直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另一个人用手抵在你的额头，你会无法站立起来。现在只要我用手轻轻的点在你的额头中间，你就起不来了。我们来试一试啊。起来呀，我想拿起，想拿起，就拿起，这是啥呀？你把我手指头都给扭弯了。这都是啥 bug 呀？这些 bug 好多 bug 呀。网络真的是太可怕了，一点都不靠谱。估计他们这个 bug 就是在想哪个傻子试试。实验四，当你双手交替快速拍脸，过了几秒后你会变成双手同时拍脸。预备开始。我不知道啊，那我真的慢慢就一起了。哇，你真厉害。你再来试试。我没事闲着，看你自己脸呢。你当我傻呀？我知道人为啥到最后就会同时拍了，你就同时拍才能停下来，不然你就得一直闪自己。实验五，当你把一个手掌撑在墙面上，然后放下来挠挠手肘，再伸直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手变短了，碰不到墙了。挠的胳膊肘，胳膊就变短啊？那我一天挠10来次，我也没见我胳膊缩回胳肢窝里啊。你就成那叫什么骑大挑了？是谁？对，我也没变杨过呀。你看，你就先这样放上吗？嗯。然后你放下来，挠挠挠。还是可以。不可能挠的胳膊肘，胳膊就短呢？你这是啥想法？哎呀，那是因为人家解释的说是因为这个就是关节活动了之后，它是有一个向后错的一个运动，然后你再往前伸的时候，就和你刚才直接伸的时候那个长度是有区别的。
往后。实验六，当你把脚尖贴着墙壁，然后慢慢蹲下去后，你会一屁股摔下去。太成功了。实验七，坐在地上，双腿弯曲向前，双手举起，你会站不起来。三二一。嗯，为啥要试呢？这个动作就起不来。他如果这样子，怎么样都起不来。啥？我起来了。咋起的？看，我起来了。咋起的？我可以，你也可以，我们都是人类，除非你没有进化完全。上身的是广告。哎，我再给你演示一下。来。啥？我又起来了。我还能再做十个，你要不要看？我不看。三二一。你试一下这样，把双手交叉这样。这跟交不交叉没有关系。你试一下嘛，你得腹肌使劲。没有。就是使。不长那玩意儿。来。实验八，当你连续吞口水，你会发现你不能超过五次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预备，开始。你还能一直咽呀？啊！你口水真多。然后走咽啥口水吗？我的口水有限，没有你那么充沛。你知道咋整？吐一口大的，分开咽。好恶心呀、啊！实验九，当你五指合拢，中指弯曲，其他手指不动，你会发现食指、小拇指、大拇指都能分开，唯独无名指不能分开。这中间这个关节得碰好啊、大拇指、食指、小指、无名指，能开不开？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就这个他有一个说法，叫啥？这就是为这就是为啥结婚要戴戒指戴在无名指上？为啥？就戴上就分不开了呀！你这个你还得让我给你解释，跟你没法沟通。实验十，当你双手合十，一只手向内握拳，然后冲着握拳的手大喊一声变长，之后再把握拳的手伸开，你会发现那只手的手指变长了。为啥我听着像大仙儿？手指现在是一样长的吧？嗯，确认一下哈。三二一，然后又喊变长啊。诚心的喊，我跟你说，心不诚就变不长。听着就是个大仙儿，我跟你说，变长。哎，咋短了？咋长了？看见了吗？我长了。咋短了我这个？变长。变长。长没长？变长。变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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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你给人家楼顶给顶开了。一点儿也不长啊。长。长，心诚则灵，心诚则灵。我都试这半天了，心还不成啊？不成。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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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。